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副频道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好了，这是上次那个阿吉那边说六角锁后面的，我记得老板龟沟啦。啊，我讲啊，倒去那边塞，塞腿无没塞。哦，阿妈阿妈，先不要。所以我就先去大陆找了两个，可是我觉得我又买错东西了呢。因为他说这个六角锁一个是副厂的，一个是正常的，可是大小不太一样。正常的人民币1720或注记，副厂的365。反正我想说一个也才几千块而已。啊，现在就是买回来，请科批换看看可不可以啊？没好啊。我正手的，包卡吧，你的副手的，现在包包的你啊。你看那个呢？双马达，也蛮像那个中控锁的马达。对哦。哎，正手的，你看，我这贵是贵的包材，你是。哎，你看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看个那敢换啊？白白啥？白白这啥话在？我以前啊，加上所有后趟的就这条了呢。啊，看我们有那个安全锁啊，欸，一样呢，所以代表我应该没有买错哦。因为这台真的买太久，3年了，所以那个门皮这边，等一下也要请科P把门皮拆下来。这边啊，把这个稍微粘一下。那我们就看科P传教士一下了，怎么换后面六角锁？换好啊，刚刚弄不错，叫几条不是吗？我那维修工。这么长卡呢，敢不会甲阮找一个啊无长的？无啦，无讲实。啊，隔壁还有一台哦，啊，伊米来装的，你是？哎，我为了这台车，我还买一台4600的回来杀，你看。叫一个按钮锁。别乱。哎，他那别歹换嘞。对啊。拆掉以后，这边就三颗螺丝啊，1、2、3啊，新型的。哎，阿妈咧跳咧，这六角的呢，还是新型的？向尿到变六角的呀？你看这颗，你自己来看这颗是不是变得像六角的？哦，对啊，这是被人家已经转到变六角的了。哎，6万多呢，要不我们进凯迪拉克零件来卖不就好了？一颗灯好像是。哦，我有去查，一颗灯好像这个美金好像4000-5000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在大陆有找到哦，大陆一颗4700人民币。对，1万多。要5倍不是吗？对。哎呀，2万呢，一颗呢，有那么简单吗？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简单。以为在讲了锁不掉，没开。你开的时候本来是扳一下锁把，还是起遥控器？也开啊，也开，就是没家己开。所以先到副厂来吧。哎，好简单哦。副厂如果可以，我就赚一颗正常的。哦哦，胖啊胖啊胖啊！我在行嘞，在行嘞。咱是不是应该把开关先拆就好啊？提落来吗？会啊，因为阿吉检查过了，他说那个电动的装置跟电脑都是好的，所以他说最后就是这个，就这颗六角锁。啊，那时候他就说装了就不能退啊。好紧张啊！好，先关嘛，对不？三小。你是无人接线，完全拢无反应。本来就乖，就连乖都未乖啊！你都有绑啥吗？有啊。所以我对你讲啊嘛，好不好？盖一条。我们刚刚拆掉板子的时候，垂一条线在这边，不知道是什么。电位呢？电位哦，是电位啦，应该是电位啦。啊，为什么袂叮当？哎，这感觉就是完全无过电呢。卡到啥？那有电脑。哇，袂吐。是吗？所以不是六角锁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箱没关啊？哎，有啊。没关，这是没开也没关。没开。哦，关，赶快再关，好歹。所以我玩的六角锁蛮好的吧？不行，连吐都无吐的。对啊，赶快没开啊！看，一直讲不记得无安弄。对啊，去检查讲伊条无安弄啊。那都换一条啊。原厂的啦，1750人民币的啦，我跟你讲。
按现场那无，无欢迎，爱吃的。后就说了，应该咔啦咔咔啊，应该都在动啊。我感觉是伊无吐啊。照你讲对，哎呀，塞起来咧，感觉。伊拢无动吗？无。我是记得我没有拆线呐、啊。控制盒，我嘛先怀疑，有差有差有差。你们要测电压吗？还是电的？这个最好你知道怎么测？我不知道，就跟我的电动窗一样。你的是好的坏的不知道？坏的、啊，已经确定了。我也是交货了，还买过两三千吧。哇，你这凶哦！你给别人了吗？只剩一颗。带你去专门修理的好不好？专门修理电动窗的，我跟你讲哦。撑杆不要上，是这只吗？对啊，啊这个咧，啊这顶杆啊，来，我们让它关下来，它就会动了嘛。要压这个，压。对啊，好，拉了，拉动了，动了吗？它动了，它动了。好，到底，好，顶了嘛。嗯。啊，我们现在要开门，来，你帮我下压着，我开门哦，来，打开，你看，不动啊，它没力道啊，你看，嗯。比泰山的阿叫还嫩啊，软软的，你看，对，很软啊。它切上来就只靠这一支根哦。对啊，像是下嘛，上是这样，可是没有阻力啊。你看马达没有阻力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空虚哦。还是它是做半套的而已。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聚宝 Online 红兔大展迎宾室，万事如意，好运来。判死刑了。线上有这个专业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卧虎藏龙，搞不好有一个叫出来啊，这看单都一条线给插了的话，还是讲安那设定的话，不要紧，你来找我，我来讲，你冰冻我嘛去，我来叫别人去，啊，所以用完第一粒的话，还是要用新的，换副厂的，啊，正厂的啦，好啦，正厂的，剩那两粒留下来当备品的啦，好啦，那就把它复原了，啊，你这等会到底是安怎？快闪啊，你看啊这边。哦，就赶时间呢。你在路上看到这个车，你有没有觉得它很想要快点右转？前两下正常的，按了完能量的，能量都赶快，当然是。我是有叫人家去订头灯跟尾灯的，啊，会不会尾灯回来也是这样一直闪？好了，那就先这样。这贴爱搁贴个内底啊，这条螺丝搁这条拢揢掉。所以爱贴个内底，四板拢爱贴。对，看那么麻烦哦。说起来就袂累啊。这一台车当初买回来是在老虎五支之后要开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开。欸他也不错呢，他在冷宫里面也撑到现在，玛莎拉蒂要卖掉了嘛，正牌的太后走了，他又扶正一次，史上最强小三，好啦，慢慢整理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我粘这个啊，用这个粘哦。没有啦，你怎么会这种想法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怕把它夹伤了，所以这个要先垫。等一下就类似这样嘛，夹着，因为夹久后这样嘛，冒进去嘛。对啊，我想说啊，从面胶敷着就不会。好啊，这个比较简单嘛，就把它喷一喷而已。别拆吗？你们都拆一半了。你这样讲起来，如果要拆保险杆，不是一半而已，三分之一点五。可是我想偷懒呢。这个拆起来就好了。好，松了呢。好小，空间好小啊。不会了，装回去的时候怎么办？装回去的你去想办法。还是你吧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是自己想办法。哦，安尼无。哇塞！你讲阿东啊，较大坑，你歹选。
这里好像有五颗的样子。我刚有查到影片，表示你会猜啦、啊。看一遍大家都会啊，啊，做也会啊。听说有换个姿势可以更持久，可是你他妈的一分钟你换了六十几种，不要练体操啊。为什么要锁那么多颗？所以你看哦，锁两颗，跟锁一颗，跟塑胶纽扣，你觉得哪个比较用？最让人用的是因为你收能力啊。现在有些车连一颗都没有，一撞就掉了，基本上掐的全都是给他的，弄红溜啊，来啊不？耶，福宝，水很多吗？也还好啊，你看，雾气而已，没有水。哎、欸，如果不清理，烘完了，感觉是干的，可是它底部的水，太阳一晒又上来。好了。Avia Mobile 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你要从哪边插进去？啊，不用拆壳。别！哈哈。插起来吗？做鬼砖吗？我不烘较久的啊，慢慢烘，慢慢烘干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一直在烘乳的嘛。那这个大概要烘多久？烘到干都要摇，摇没有水珠。烘干在前面。好，慢慢追。等两天后再来啊！快转啊！两天了，两天了。Day two， 耶，弄好了，去解释的高钢料终于处理好啊。大灯我们就拆起来，把它烘干了。阿大很神奇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刚刚在外面淋雨，喷到水啊，就会卡在那边呢。你说这个？对啊，哇，这是里面的，厉害吧？有些车都这样嘞，不洗车还好，洗完啊，水在那边就卡住了，对啊。但是我们大灯弄好了，哎、欸，我箱子也弄好了，看一下，上次好像不太行，后来他可能要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没有啊，没事。他钥匙在里面不行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刚试三次都可以啊，好哦，我、哦、来，那我再升级。可是我刚试三四次都好的呢。喂、欸，根，好，你关系好，换我来。没有，要稍微帮他一下、啊。我看你就是拉起来，没有啊？为什么？你是这样拉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、欸，为什么？太神奇了，你再来。哇，没用了，没用了，被你玩坏了。我不管，我再试一次。你看，不动啊，判死刑了。哎干！没有了，所以为什么会这样？结束了嘞，就这样。我觉得适合阿呆开，阿呆才知道这个车怎么样去操作这个。好，如果真的有用过这种车的，可以我们说一下，赶快共解的话，阿呆用开再处理这个啊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耶、yeah ，拜拜。